记。我没骗你啦，这是最好的机会啊！你也是没希望讲你妈妈跟爸爸做伙啊？那呢，咱就照咱的话去做啊！好啦好啦，别想这么多，咱来上课。好华裔，来，你请上。邓金不是刚换过，恁哥哥跟恁姐姐玩街球哈。没啦，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会认命啦。认命代志就敢就会解决了，是吧？妈妈问你，你爱爸爸还是爱妈妈？
两个落啊。杨哥，请问一下，李天才先生刚好在家。你去办出院的手续，你是？我姓张啦。你一定是李太太哈？我，不一定呢。什么大事情？李先生，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多指教。轻轻画了，林雪飞。是安尼啦，我想要请李先生来去我的画廊替我画图。你也知影我咧，那敢要寄过名片？就顶工，伊拄好当伊店面要甲恁头家请假的时，迄当阵我拄伫遐当咧欣赏你卖扛棒啊！啊！我想着，我想着。我头拄好先去恁厝的找伊，啊，恁遐厝边讲，伊拄来伫这间病院啊。李先生，我看你画的物件，我就知影，你是一个足有天分的艺术家。假使讲你若是会当来去我间画廊替我画图，我相信你的收入，无论是算镜还是算月，一定拢比你咧讲画扛棒搁较好。这边啦，我来困一间啦。我妈妈不甲你困同间。怎么样？干净不干净？知道你今天从医院回来，可为我帮他整理了整理。就天才整理就好了。哎呀，都一样嘛。哎，我红烧肉炖了一半，就到医院去接你们。哎，今天我们的加菜打牙祭。不用麻烦呐，麻烦什么东西？你难得住在医院，你下次住。没啥关系，我想要换头路代志，你敢帮安怎？甲无关系。那你哪安尼讲？啊，刚讲我代志甲你无关系。哎，你足关系呢？妈妈，你倒来啊？不是。阿明明嘞？明。星星多多。明明。是嘞吼，害你受伤啊！来，谢谢送你，谢谢明星哥哥，妈，你看，加果汁。啊，你搁点点徛伫遐创啥？珠宝我要提去着。咱就像咱昨昏讲的，去做啊。我一入门，你就要了我生气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，我呀，你别瞎讲了哈。我也不该讲。看你这办事，你有话要甲我讲。我要搬出去，是我的生活安挡袂住。你若是继续甲伊斗阵，问题是愈来愈大。大人的代志，大人家己会处理。你已处理六年啦，为啥到底得着什么嘞？全得着，嘛是你家己啊！常常讲我爱有听，结果嘞，结果就你家己啊！敢是爱有，敢是听有？你够贱！怕？你够怕？想要怕死？我也别讲啦。替我找三阿妈，但是我只有一个，而且得着硬死啊！不行啊！你又怎么了？什么我又怎么了？你不要老是怪我好不好？那不怪你，怪谁啊？啊！干什么了？烫死你！
给你红烧肉吃，你下次再惹村仇，我把你给红烧了。我童桂心、黄金贵、刘金枝、李淑芬、李秀玲、小启龙、方传杰，不错。这次全班考试的成绩都不好，我希望以后大家能够注意。大家每天来补习班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能够把科研弄好，所以大家应该要用功一点，免得每天辜负来这边的用意。早点回去。我知道，可是到底有什么事？我早点回去，你回去要温习功课，明天早上还得早起上学呢。老师，我不喜欢上学。没关系，这是正常反应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也不喜欢上学。不过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你将来就会明白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王世昌王老师，楼下有您访客。有人找我，早点回家，别让你爸妈担心啊。老师，老师，爸妈才不会担心我呢。老师，你不是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你谈吗？是我头梦，不愿伸手牵你牵。哎，快点啊！哇，都是呀。交一个好朋友安尼哦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好啊好啊！跟你做朋友，对啊，跟我做朋友有啥唔好？哎，我保证绝对以后无人敢欺负你啊！对啦。而且咱个因做年出去耍啊，这叫做不打不相识啊，对吧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对啊对啊！你见朋友，我交你啊。哎，对啦，交你啦，交你吼！啊，好啦好啦，来啦！美酒我带出来啦，你出够温暖。对呀。
行啦，行啦，我带你跳舞啦，行啦，对啦，然后带你来开车，嘿啦，你懂我不要啦，你爱好啊，穿啥诶，我啊，对啊，行啦，行啦，我怕你讲吼，这以后做番女朋友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小心点。你哪今晚就来？你是？新朋友啊。过过来。卢伟。哎，我啊。张亚丁。哦，张亚丁啊。小姐。我是老张家哟。我也不想要你啊，我在这边催你呢。集合。哇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间的厝哦？妈，从我弟弟住在外国，我爸爸一年有十个月拢在台湾做生意，这么大间厝哦，等于干我一个人。我姓周，叫伊，伫补习班读高四。你想要要结婚嘞？我足好奇的呢，你哪会甲遐查某囡仔做伙？你安怎看哦？嘛甲伊无同款。阿丽耶，你想要甲遐人做伙？你嘛同款啊，安怎看，咪是甲伊无同款啊？人嘛，总是要有伴，总是希望、哦、自己属于某一些人，或者说某一些人属于自己的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。无你是安怎个？啊，无啦，无啦。快进屋去，阿贝，你好，好个屁啊！这么晚了，
三更半夜你不要吵到别人啊。我答应找人家打听楼上。你不是我老爸啦？哎，虽然我不是他爸爸，但是我可以管他呀。哎，说，你把秀玲骗哪儿去了？怎么弄到现在才回来？啊，什么大姐？李校长，你叫你爸爸哟。嗯。阿伯，你哟，嗯。你不是我妈妈啦？我的东西。过来的是啊。李秀玲，你妈呢？什么人？朋友。你从啥？叫啥名？唔知。唔知？你当都唔知讲做什么朋友啊？我讲到你这死早鬼啊，愈来愈不是款咯。学校放学唔再来处理，该什么都不知道的查甫囡仔，你鬼混啊！啊！你嘛同款，甲别个查甫咧鬼混，而且伊混是混过安尼嘞。相依过去的双人，无意来变成怨仇人。敢讲天意将咱来戏弄，缘分两字阮世当，千辛万苦来也落的真命当。茫茫阿爸痴情的心事重，换回一张绝情的一张朋友是练习英文的好机会啊，应该是个自己练习写。啊，老师，我会慢慢操心，可是这次一定要帮我忙啊。好吧。也是无注意到我晴天噻。霹雳电台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，高调好戏，恁囝、阮囝拍咱囝。